突然发现了个没有任何文字的石碑，我觉得我还是要拍下集。这里 really nice， 尤其要待到天黑才好。这条狗的颜色我并不喜欢，但是形状非常好。现在开始随拍，碰到什么拍什么。刚才拍的都是石头，现在也许拍人。遇人拍人，遇狗拍狗。这些都是很普通的话，但是看到之后很开心。疫情期间，让人开心的事情并不多。最近安省的感染人数直线上升，画面里很多人实际上并没有戴口罩，当然了，如果他们保持距离的话，应该也没有问题。啊，这两个人实际上不是波斯人，是印度人，他们又到这儿了。到这里，那里也是个婚礼，这里也是婚礼，好像那个是黑人，这个应该一定是印度人。这段视频叫乱拍，这是菲律宾的。这个表现不错。No, I already did one. No problem. Oh my god. 刚才人家在拍照，这里的人很客气。Sean Francis and Love Thomas Bowles， 出生于1955到1963。这里的开发者，这个骨头精啊，是哪的人？看上去不像是一个老人，老人，尼泊尔人？不知道。哎，我看到那个黑天鹅了，你看他并没有把服装换掉。但是显然他已经结束拍摄了。
这是今天唯一的遗憾。如果他在录天黑天鹅的时候恰巧我也在的话，那么大家就有眼福了。唉， really sorry。 哎，难道他要到这来跳吗？如果是的话，那我们就成功了。哇塞，看看结婚的，有心。这里的人都忘了疫情，很开心。但是我说的可能不清晰，因为戴着口罩，而且我不能大声讲，如果大声的话会吓到别人。这里说话，人的说话声音都非常的小。Established 1832年，这是1832年的。对，那边刚才我们没有录过。我希望大家都能看到所有的雕塑，所有的好看的景。啊，都 Quebec back， 1818年。素质很好，哇塞 ！The Toronto General Trust Building， nice。下面应该是联邦。那后是狮子头。这个环儿是不能动的，酷。Detroit General Post， 对，back， 18，中间的这个狮子只含了一个零，但是好像没有下巴，下巴掉了。啊，这个有下巴，对。China的 Fulfillment Trust Company， 1818，设计一，要发，要发。大家今天跟我走，然后参观完了，大家都要发，要发。这好像有大风车的意思，是吧？好像上面是个什么 QHP， 什么各种水果、菠萝，还有麦穗，什么意思？这个柱子，那一个红色的拱形的，
但是我还是喜欢这种石柱子的啊。看看这边，1899 AD 什么意思？ Build 1899，大个这门口，没问题，三姐来电话叫我去当兵，我还没找到，这写的是什么？到底是 boys 还是 dogs？瑜伽不能跟着人家跑，这里的树都是有编号的。这远处看一下，那三个狮子。